大家好啊，这个视频带大家玩一下《战地2042》里面的单喷 MSC880。这把枪的原型是雷明顿870，散弹枪中名号的 AK 啊，非常常见，数量非常多。这个是3号补丁更新后的新版本啊，现在天使非常厉害，可以快速给自己补甲，而且所有人的救人速度都提高了。我玩的模式是突袭模式，小规模冲突，16v16。这个模式因为人少啊，所以帧数很高，现在官方也上线在门户了。大家如果是低配电脑的话，可以先去玩这个模式，很刺激啊。这个是战地一之前跟征服一样火热的模式。这把单喷呢，我推荐带一号榴弹，其他都不推荐。一号榴弹最大威力是160，衰减小，打得准的话，20米都能一枪打死人，其他就不推荐了。要么是衰减太厉害，要么是威力太小。不推荐大家玩独头弹，独头弹全距离伤害75，我也不知道设计师怎么想的。单喷这玩意最重要的就是掌握节奏感，特别是战地2042这一代单喷还被削弱了。现在因为救人很快啊，如果你是支援型专家的话，就最快救队友就好了。而且天使它本身是可以补甲的，所以带一根血针，在这种没有什么大型载具的模式里面，步战能力会非常强。不过这第三个区域好像交战距离有点太长了，所以我这边打算先换上步枪打一回，等到最后一个区域再换为喷子。敌人倒下了，再靠一下。炸药已激活，射杀一切三个靠近的敌人。补给。但直接会吃他。榴弹，炸药装好了，这个在引爆前保护好炸药。给你来点干货。现在这个游戏的 T1 步枪，我在上个版本说过了，M5A3 AK 吧，这两把枪是非常厉害的。不过这话也有点废话，因为这游戏一共也没几把枪。最后一个区域是钻井平台，钻井平台的话就可以换回喷子，继续去快乐喷了。而且这种复杂的点位，我真的很推荐你们带一个重振信标作为进攻方的时候，这个是很恶心敌人的，因为这一代它不限制装备了，重振信标谁都能带。
装吧，我不。炸药装好了，在引爆前保护好炸药。再靠一下，中我的。击倒目标。这一代因为探测球的关系，所以你藏哪都会被别人发现的，自己队友也会丢探测球，所以你们要时刻留意小地图啊，看到人喷他就完事了。最后一个区域炸了，我们也就赢了。这个视频就到这了，各位下来，拜拜。友军拿下了吗？结束了，我们击败他们了，干得漂亮。是要距离远一点厉害啊，距离近了，那个射速我真的是受不了，太慢了。